有份工就得超九晚十一都唔知为乜。2003啲老板越嚟越悭，想搵发展空间，话知你系大学生，几千蚊份工都有，几千人排队去争，又话乜嘢共度时间，怪你悭翻。你话你个世界有乜理由翻紧转头，做咁多嘢出嚟仍然得唔到一啲报酬，世界烂到点样可以经济复苏？有个咁嘅财政司，你话大唔大包？我做一个老头，我做一个借口。要搵一对图生活可以放心俾自己逃走，我成日耷低个头，我成日低佢鼻头，我成日问自己呢一个地方有冇得救？究竟我哋要达到乜嘅时候？到底只不过系需要一个理由，完全做到自己要求，唔会有其他人插手，唔再需要俾人左右，唔再需要借酒消愁。我个想要原地，我仲未想放弃，俾个位我唞气，要做我自己。其实人人都想可以飞，有头毛。我想做辣力，个个需要甜地，我从未想放弃，俾个位我唞气，做我自己。其实人人都想可以飞，有头脑，边个想做辣力？So